你好，欢迎走进养生茶点课程。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的茶点是广子绿萝卜蛋糕。广子绿萝卜蛋糕是以我们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种植的绿茶等食材制作而成的一个茶点。接下来我们学习它的具体制作过程。教学目标一：了解广子绿萝卜蛋糕的制作原理及其特点。二、掌握广子绿萝卜蛋糕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技巧。教学重点：广子绿萝卜蛋糕的特点以及制作工艺，需要你熟练掌握。教学难点：广子绿萝卜蛋糕制作工艺中的操作要点和关键环节，通过教师现场演示，加以图片、文字进行讲解，达到突破教学难点的目的。一、广子绿茶的泡制方法。二、掌握面团的调制技术。教学内容：通过原料展示、讲解烹调流程、现场演示成品特点，完整的展示广子绿萝卜蛋糕的教学过程。这道茶点我们用的纯熟方法为烤。一、制作方法。烤是把制作好的面点生胚放入烤箱中，利用远红外传热使制品成熟的一种方法。烤制法在面点制作中应用范围较广，特别是西点制品中使用广泛。二、原材料：广子绿茶粉5克，糖粉70克，低筋面粉100克，牛油香粉4克，鸡蛋2个，水50克，植物油100克，蛋糕改良剂20克，泡打粉5克。三、工艺流程。一、广子绿茶粉的制备。将广子绿茶置于高速超微粉碎机中，高速粉碎3分钟，倒出用筛网过筛备用。二、制作过程。步骤一：把水、糖粉放入不锈钢盆中，用蛋抽慢速搅拌溶解。搅拌时要注意，以防水溅出外面。溶解后，加入大豆油搅拌，使其充分乳化并呈乳白色为止。二、加入低筋面粉、绿茶粉、蛋糕改良剂、牛油香粉、鸡蛋、泡打粉。先用慢速搅拌至没有生粉后，快速搅拌至面糊混合均匀，没有面粉颗粒为止，备用。步骤三：将制作好的面糊装入裱花袋后，再装入耐高温杯中，8成满，以防面糊溢出纸杯。然后在面糊表面撒上芝麻，放入烤盘中。步骤四。烘烤，灭火温度为200摄氏度，底火温度为180摄氏度，烘烤约20分钟，烤至表面呈黄绿色即可出炉。四、成品特点。制作出的成品广子绿萝卜蛋糕。